我们交了一个 PP， 下次一个展示。你没给啊？没人跟你吵架了。这么爽死！没了。你接着谁？接着谁？别给他送钱。舒服不？嗯，男丁有点过分了，他妈的，这有瘾在这。要上桌了。我来，我刚才叫他名字，他就跑过来了。我本来只是想去拿个水，哎，看啥呢？不一定，但他这波很强。干嘛？喂，老剧情了，每天一遍，每天被骂一顿。我这把输了一轮了，他这波是很厉害。他就每次过去，每次过去都会被教训一下，但他就是要过去。哎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感觉这波不该被抓剑跳下去，放哪去？对，不管他了。